给大家直播一下这件衣服，然后它有配一个头绳，之前是没有的，是后面之后你们拍都会有的。然后它是一个小可爱，还蛮喜欢的。这件衣服非常适合齐刘海，然后我今天出门的时候今天穿这一件，多了一个头绳，然后你们也可以编到辫子里，但我一般很简单就喜欢扎一个小结在后面。这上面的花纹就是特别的，怎么说呢，看起来不好看，但是穿上身就特别的好看。吃饭了，吃的早午饭。有人说我手抖，我确实有点手抖。带了手机支架，但是没有那么，就是没有那么长的手机支架，搞得我每天，我只是每天不爱打扮而已，我只是夏天的时候爱打扮，就是全身的样子，然后配的鞋子也是华龙天路的，昨天的鞋子也是华龙天路的，我觉得超级好穿，就是夏天这种凉拖。两只手拨就不会抖了。白色的西服是吧，我白色的西服啊卖断了，就是 S 码没有了，我只能下次跟大家播。我这次带深圳的就是有两件豹纹裙子，我没有带哦，因为这两件要昨天播的什么东西啊，哦黑色的，这两件要重新补拍几张。化妆包啊，化妆包里的东西就是呼吸的气垫，然后小香水瓶，但是我用的不是这个香水，是味道，用的是别的香水的味道。然后今天用的是这盘眼影，但我眼影没有画什么色。眼影画的下眼线什么的，对，这件衣服就是非常的法式，小法式的感觉。这个碎花是我自己买的，口红是这个 MAC 的，都已经114 MAC 的114，然后叠涂的这个叠涂的昨天推荐的。这个21，这个口红是万露的，今天没有用到它。然后我觉得这个腮红好好用啊，这个腮红好好用。我刘海是真的哦，真的，只是它可以被我分来分去，就我的刘海还蛮听话的，就今天可以分，也可以不要，我可以不要，也可以要，看我自己的心情。对，我觉得我可以卖口红了，大家每次都觉得要卖口红，但是都会问我口红。然后这个刷子很好用，一个化妆师推荐的，就是很方便，一边三个一边一个。然后这是眉笔是什么牌子我忘记了，这个是什么牌子我也忘记了，大家自己看吧。
我不会删视频的，等一下你们自己可以做做功课啥的，好吧？应该会有人在评论下面告诉你们的。然后我觉得这个高光超级好用，我就点一点一点点，涂在锁骨还有提亮的地方都可以，非常适合晚上去夜店。刷子是什么牌子我也不知道，这个散粉很好用，就是我抖音拍的那个广告，那个商家送给我的，然后我觉得还蛮好用的，我很少用散粉。好的，介绍完化妆品了。项链是叫什么牌子我又忘了，我不知道，刷子再看一下。这个刷子是那个化妆师给的，我不知道，大家可以截图搜一下吧。然后我今天带这个包包，因为比较小清新一点，多了一个发带哦，再次说一遍，想用刷子自己去淘吧，好吧，应该截图可以收得到吧。腮红，腮红是那个叫什么高潮吧。哎，我的包放不进，今天播了多久啊？昨天播了3分钟，今天就播一个10分钟。指甲是这样子的，很喜欢，但是过几天可能会卸掉。就这个颜色很好看，就是这个颜色涂成浅粉色，然后用猫眼，然后再上一层，然后在上面画花，然后画完花之后再涂一层浅粉色。对，我最近有点忙，就是也不知道在忙啥，但是就是很忙。这个衣配搭配的什么鞋？我刚才已经跟大家说过了，搭配是这个华伦天奴的这个凉鞋，就是最近很喜欢。白色连裙没有带哦。好，我走了，拜拜。拜拜。对，最近很喜欢穿拖鞋，因为很舒服。就拍照的时候，我很喜欢穿高跟鞋，因为就是要逼服效果嘛，就穿上好看嘛。但平时我就会选择这种中跟的好穿的鞋子。我吃的汉堡，回播我还是会留着的啊。